准备就绪，三二一，开始。两个字什么？跳跳。抽筋儿。四个字，到底几个字啊？哥，你刚学完，你忘了哥？嗯。龙。你前两天刚给我学完。赵四儿。赵四儿，赵四儿，正确。啊。赵四儿还要想半天。这应该怎么？哥，是成龙啊！这个不能这样演，这样演猜不出来。唱麦，唱摇滚的，杰克逊是那个汪峰。这咋猜啊？这不好猜。这个是不是得我？这个、我配合一下，我配。首先我的身材是。瘦。小童的身材是 S 吗？死 S。是 I 还是 S？ S。Sky。Sky。第二个，第二个。你过。H。S。H。C。S I C E。正确。S。这么半天，我还在这想是癌还是丝。不是，我这看不出来 S。能。花花，你还看小童？要不看小童？小童那是乐乐乐。几个字？四个字。换那个。这个妹妹坐船头，妹妹坐船，纤夫蛋，啊，纤夫蛋，纤夫蛋差不多了，走，旋风小子，丁和牛仔，动力火车，动力火车，腾哥对，腾哥再来啊，腾哥急得这小腿倒的。来下一题。哦，六个字。打游戏。老霸王跳舞手。游戏机。魂斗罗。第三个。虎。王。拳皇。六个字。玩游戏不给钱。什么？不是。第三个字对了，第三个字王对了，第一个字是小收小，对，小霸王，对，小霸王游戏机，小霸王读书机，小霸王读书机，小霸王游戏机，小霸王学习机，小霸王学习机，对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小霸王学习机。小霸王不是游戏机吗？怎么就是？先有游戏机，后来有学习机。还有两题来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那个谁？那个。哪方面？我花花这个太像了。韩磊，刘德华呀，不是，韩，那个谁呀，那个，心若在，梦就在。还说太像了。拿帽子，麦克杰克，许文强，正确。哦。
我们也往歌手栽呢。四个字。花。油画。蒙娜丽莎。蒙娜丽莎。蛤蟆。是欧阳锋。是欧阳锋。谁呀、啊？二第二个字，笔画。谁画青蛙？谁画青蛙？欧阳锋。抱抱蛙，尼加拉瓜。太难了这个。哎，急死我了！疯了！那个，这个很。年，年年有余。不不，年啊年啊。年画，年画青蛙。年画，年画娃娃。正确，年画娃娃。年画娃娃，这是娃娃呀。什么鬼？你们呀。你演娃娃这样演行不行啊？这轮也猜完了，我们统计一下哪队多。这还用统计？这不磕碜人的吗？这题获胜的王牌家族。小严，赢了多少个？呀第二轮我们要考的是视频题了，比划的嘉宾呢观看一段经典视频，来模仿视频当中人物的经典动作。猜题的人要戴耳机，只要猜对作品的名字或者说艺人的人名都算对。这个游戏期间呢，王牌女郎狒狒用 vivo X30 系列 5G 手机来抓拍整个过程的精彩时刻。比划的是贾玲和腾哥，猜的是花花小童，截胡的是梁迪和广坤叔啊。挑战开始，请看片段。完了，他们不知道的。知心爱人，知心爱人，杨迪正确。哦，猜出来了，果真一猜歌，杨迪好神。杨迪太厉害了，杨迪。哎，开始了是吗？开始了。嗯、他们俩知道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花花，我都答对一道题了，你知道开始了吗？你们俩会不会有点太过分？哎，可以让柳岩一起上来帮着猜一下吗？因为有很多有年代感的东西。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开始吧，柳岩姐往这送。那怎么办？他们真的都没看过。他俩太小了。哦，对。好，准备好了啊，请看题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。美美，费翔，费翔，杨迪，冬天里的一把火。什么什么？又猜完了？哇哦，太厉害了！他真的好快，他猜歌，不要给歌了，给剧吧，给歌，杨迪全猜对。他真的是猜歌环节的小耗子，小耗子。好，来看下一题。这是什么？这个不好猜。什么东西啊？琼瑶的。我不能依你，我不依你。你说。呆若木鸡。哇，但这个人好猜，这个人好演。马景涛吗？人猿泰山，人猿泰山。人猿。那个马什么什么马，那个那个那个马什么马什么马什么没马都没。阿凡达。那个什么小童多么的无助。小童马什么？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。这跳井了。马钻跳。往井里跳，那是走走。第三个字，
这三个字，哥死了。涛，妈请涛，妈请涛。我这体力只够演一道题的。哎，那个涛是什么？涛啊，涛啊，涛肚子。我全猜的哥斯拉什么的。哥斯拉，吓我一跳，腾哥也头。涛，我的天！看下一题。真是你孤儿。啊，好猜，好猜，好猜。断一条手。对，你的手呢？演出来，演出来，你们俩，多么好的情节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这是干嘛？谈恋爱的戏。这是《流星花园》。少个胳膊，少个胳膊，哥，少个胳膊。至尊宝。上海滩。上海滩，上海滩。上海滩，这是。哦，《射雕英雄传》。神雕侠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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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雕侠侣。我都说完了，《神雕侠侣》早就说完了。杨迪最快。谁说的是上海滩？你手还有的时候是上海滩，没想到你是演独臂。即系比如呢啲咁样啊？我鹌鹑咁样嘛？做啦。啊，这个也好。《还珠格格》。哥，你演一回男的吧。那个喜剧之王，喜剧之王，杨迪、周倩。哇，厉害厉害厉害！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喜剧之王，喜剧之王。这个骑自行车。哇，这个动作好经典了。搭错车。大宅门。哥，这我不一定能坐哦。甜蜜蜜，甜蜜蜜。啊，对了，什么？甜蜜蜜，自行车吗？错了，错了。张曼玉，黎明。错了。甜蜜蜜。错了。谁还跟你玩游戏？装傻不会吗？还没演，你就猜出来。贾玲还没上车呢，你就敢猜出来？那你们演一下吧，演一下。节目的收视全让你给耽误了。下一台阶。哎呀，这车没气儿啊！这车轮胎，贾玲一上去吸碎啊！你们俩硬要演甜蜜蜜。我上了啊，上上上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，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。啊啊啊啊，撵谁呢？不是，你骑不骑啊？我骑不太好啊。来下一题，这个人以后就别请了吧。最精彩的时候都没到呢，上来这胡来呀，这是。好好，我不猜了，这题免得太快了。下面是猿辅导在线教育答题时间。别以为你长得帅我就不打你。三个字呗，功夫。功啊，两个字。两个字是吗？龟。蛤蟆。我知道了，我不说。让你们演，我不说。包租婆。功夫。功夫。包租婆。蛤蟆功。周星驰。我都不想玩了。我们也不想跟你玩了。别这样，别这样威胁我们，我们根本不在乎。这一整关获胜的王牌家族队，耶、不容易啊！你们怎么那么弱？我猜成那样还弱呢。